U 小编说，每周六晚上九点记得准时收听 U 小编说。四年等待终于结束，2020乐坛第一颗震撼弹，小贾斯汀正式宣布回归乐坛。久等了四年，一定要听好听满。距离上张专辑已经是2015年发行的《我的决心》，成功入围了葛莱美奖年度专辑等四项大奖，还有连续三首主打登上告示牌冠军纪录。So caught up in my job, didn't see what's going on, but now I know I'm better sleeping on my own. Cause if you like the way you look that much, oh baby,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 And if you think that I'm still holding on to something,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四年的时间，小贾斯汀不忘充实自己的音乐实力，与各种曲风的音乐人合作，除了红发爱的 DJ 卡利、大卫库塔等，还有三首是非听不可的小贾跨界神曲。挑战 EDM 曲风，与百大 DJ 蛇爷携手合作的 Let Me Love You， 称霸英美排行前三。体系后辈的小贾斯汀也接受铁粉怪奇比利的邀请，演唱冠军单曲《Bad Guy》。最强跨界单曲就是现身拉丁神曲《Despacito》，音乐录影带狂飙到65亿人次收看，史上最多，还有告示牌制霸16周冠军。最后要听好听满的就是2020第一首全新主打 Yummy。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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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mmy.